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2019母亲节爱心晚宴，欢迎大家。 Welcome to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Party hosted by Global Chess Wings Culture Association. Welcome.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三位在这里担任司仪。我是李昌林，我是董鹏，我是姚安琪。希望听到大家热情的掌声。好，掌声给一点好吗？谢谢，谢谢。谢谢音响师，
也谢谢各位谨小慎微的掌声。那么今天呢是母亲节，是全天下母亲的大日子，可以说在这一刻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荡漾着一片欢乐的海洋，我们的心像怒放的花朵，借着这个时刻向天下所有的母亲说一声，祝愿你们永远健康，永远漂亮。妈妈们辛苦了。是的，母亲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比山高，比海深。今天我们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感恩我们的妈妈，感恩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付出的太少太少了。所以从今天起，希望每一天我们的妈妈们都过上母亲节。说得太好了，在这里我也想向天下的母亲说一声，您的伟大凝结了我的血肉，您的伟大塑造了我的灵魂，您的一生就是一次伟大的爱的航行。是的，谢谢。下面请全体来宾起立奏中美国歌。今天呢是母亲节，那么我们的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呢，在今天这个大喜之日呢，为我们举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说起我们的爱心总会啊，可以说一直都是在弘扬社会的正能量，而且一直在关注着、支持着我们的弱势的群体。没错，非常对。哎，下面请问你允许我？请允许我。首先啊，在揭开我们这个名字的谜底之前，我来郑重地宣读本会的创会宗旨。第一，引领妇女站起来走出去，提倡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发扬中华文化。第二，发掘鼓励培养指导女性，使其在全世界的公益慈善事业中成为坚强有力的宣传者及执行者。太好了。哎，昌林，我有个问题啊，想到去年我们三位在这里主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总会好像还叫了这个美工华裔正能量美女总会，对吗？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年好像换了一个名字，你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叫做世界妇女爱心总会。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对，我们的正能量和爱心，我们的美女和我们的妇女，实际上我们是越来越大了，范围越来越广了，总要汇聚在一起。说得太好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呢，在过去的岁月里，尤其在过去的一年里，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反对废除特殊高中考试，支持弱势群体，关爱退役军人，举办中国文化节，以及陈香梅女士诞辰纪念晚会。对，那么这一件一件、一桩一桩的往事啊，可以说有的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但是今天我们又一次欢聚一堂，在这里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总会的会长杨海燕上台致辞。杨会长，杨会长有请，非常高。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姐妹们、各位母亲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光临2019年母亲节的感恩盛典。今天是伟大的母亲节，我代表我们美女会，也是正能量的美女会，来向大家表示衷诚的感谢和问候。
那等一下呢，我用我们那个会里的那个秘书长，他会给我那个有很多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听不懂我的国语，给他翻译一下。好的。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sisters, mothers, everyon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2019's Mother's Day Thanksgiving Festival. Today's Mother's Day, on the occasion of this festival season, please allow me to express my sincerely gratitude and sincere greeting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East Chinese Positive Energy Beauty Association. 这几年来我们这个美女会也是妇女会啊，做了哪些工作向大家回报一下。在去年的6月22号，我们呢给那个退伍军人在做了一些对那个路比较人碰到一些有困难的，我们过去帮忙。我们所有的妇女他们呢都很积极参加活动，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那么受到了我们各级报道一致的好评。现在呢 ，Okay, in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advocat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positive energy. We have paid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ed social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retired military personnel.Carried out the chari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participated in the opposition to the mayor to abolish the special high school exam, and held Mr. Chen Xiaomei's commemorating party. 今天呢，我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谢谢你们在百忙中给我们捧场，支持我们，非常感谢。Okay,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arty.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nk you.接下去呢，我要告诉我们的妇女美女们，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盖上一层楼，让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小姐，还有谁啊？我名字不报了，可以吗？你们辛苦了。尊敬的我们杨会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我们各位妈妈，我们各位姐妹们，大家晚上好。要我们的会长杨会长呢来讲一下他的这整个一个心路历程。这个30年来我们所有的妇女们，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妇女总会，也就是我们的妈妈总会，每一位在座的所有的妈妈其实您都应该来加入我们。那你可以知道从一开始的美女美中美女正能量，他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用妇女的一个很基本照顾一个家庭，把他的力量用在这个社区。所以呢在这个30年的经营上面，有现场的很多美美的这些妇女都是他们的领事，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大家一直来参与。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觉得是否应该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呢希望从现在开始以世界妇女爱心总会，把很多父母妇女还有很多妈妈们的一个爱心，把它放到这个一个国际的舞台上面。那也就是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妇女将以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往前出发，希望得到社区各位您的支持，也希望您一起加入我们，谢谢。Believe the woman power that can help to solve all the problems in the entire world.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nd want you to have a very wonderful night. 谢谢。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以说我们华人最重视的是孝道，尤其是对母亲的爱。而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位我们女性的典范，她不但代表着我们华人的力量参政议政，同时她也是一位母亲。在母亲节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自己孩子的身边，却来到了我们中间。让我们掌声欢迎国会众议员孟昭文 Grace Mo。尊敬的杨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跟我们的美丽的妇女还有妈妈们一起庆祝母亲节啊！今天也再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协会对我们社区长期的贡献。杨会长啊，从我刚刚加入社区跟政策一直都在鼓励我帮助我，所以今天也在这个机会感谢他，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谢谢。今天我们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呢特别有一块奖牌，希望给我们的孟议员，上面写着爱心楷模，政绩斐然。联合国新华社联合国分会的社长马社长，马社长您在哪儿啊？哎，有没有打招呼好吗？马社长欢迎您，欢迎您。同时呢，您是爱心大使。对，同时呢，还有一位媒体的知名人士，我们侨报的董事长尤江先生，我也看到您了，您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的前辈，欢迎尤社长。特别高兴能来参加咱们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的这一个盛典，因为这是一个爱心的盛典，是一个大家对我们的母亲，对我们一生一世最爱的那一个女人表示敬意的特殊的一天。讲述中国的故事，其实是世界的故事。这么多中国的朋友，中国的美女，中国的妈妈来这庆祝这样一个母亲节，我们记着全世界最朴实的爱就是对母亲对家人的爱。如果你不爱家，怎么能爱国，怎么能爱这个星球这个世界。我希望大家借此机会对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受杨会长的邀请，这个咱们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的母亲节的盛宴。因为我这个印象中一直叫正能量美女会，所以这个一下子绕不过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板才知道啊，我们这个正能量美女会已经改名叫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刚才主持人也已经提醒过我们了，是吧？我在这里呢，我只能代表我们小小的侨报啊，代表我们所有的侨报的员工，向我们所有的妈妈们，也是我们侨报的亲爱的读者们啊，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和马社长呢，实际上站在这个台上还是很有缘分的，是吧？已经好几次我们都在一起，还有跟我们的主持人也在一起非常开心，祝大家在这里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好，谢谢我们徐氏基金会徐朱刘弟女士。谢谢谢谢，怎么把我这个老美女请到上面来了，真的很不好意思给大家鞠躬。今天真的很高兴啊，来参加这个美女会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杨爱人，我们这个杨海燕女士啊，在我们社区里面哈、啊，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她每一次都把我们的女性招呼得很好，所以她今天呢也请了这么多的来宾在这里，高朋满座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对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一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青春永驻，谢谢。谢谢。你说的每句话都是像在说你自己嘛？青春永驻，谢谢谢谢谢谢。那么徐大姐，来，我们也是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特别颁发一个奖牌给徐大姐，写的是。爱心公益造福地方。
天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高朋满座。刚才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媒体人，啊，社长尤社长，专门是上台说了他们对母亲节的一些感言。其实呢，我们今天到场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家的老朋友、新朋友，也是我们社区重量级的一些名人。在这里呢，我们先做第一轮的介绍，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继续补充。包括刚才上台的法拉盛商会的前理事长徐竹刘弟，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徐大姐。以及布鲁克林区长助理郑其荣，还有我们的前众议员孟广瑞先生，来自我们社区社团的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跟我的名字非常的接近，我们的湖南同乡会会长李林大哥刚来到我们的现场。他是他的名头很厉害，非洲女王啊，来的 Her Majesty Queen Diami。 OK, let's welcome the Queen from Africa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to come and spend my Mother's Day evening with all the beautiful mothers that are here today. I am so proud of being here.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会议现场，有这么多美丽的女性，我非常的骄傲。 Yes, it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me to come here among my friends. 非常的感谢。 And happy Mother's Day to all the beautiful mothers here.好，祝所有美丽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very good time.接下来呢，来自我们纽约州众议会呢，将要颁发表扬状。给我们今天的妇女爱心总会的理事们，下面我们请纽约州众议会亚裔办公室主任周艳霞上台颁发表扬状，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大家希望在酒足饭饱以后，让我们为我们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给他们一个喝彩。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非洲皇后迪安米，所以我想妇女总会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名称是当之无让的。那同时呢，有了辛苦的妈妈，有了辛苦的妇女，当然我们少不了一定要由纽约州众议会来给他们表扬。所以我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代表纽约州众议会，尤其是州众议员魏普林的办公室，来给我们这辛苦的妇女、辛苦的妈妈给他们颁奖。那同时呢，希望在明年后年将有更多的妇女参加，然后能让我们纽约州众议会来为你们颁奖。所以我现在一个请我们这边领奖的这些妇女到台上来。第一位是我们世界妇女爱心总会的会长杨海燕女士，请您到台上来。来，热烈掌声欢迎海燕会长。是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董涛女士，掌声给我们的董涛。第三位是我们周芳芳女士 ，Alice 周。OK，Alice 周 ，please come up。来，掌声欢迎 Alice。再过来是我们的 Judy 王，请到台上来。有请 Judy。Judy。我们 Judy 是最辛苦的，她是今天我们的财务长，她一直守在门口，所以大家不忘的真的感谢她今天的付出。Judy, can I help you? Yeah, Judy, 再过来。我们是否请我们陈丽蕊女士到台上来？陈丽蕊，陈女士。
是我们的陈文娟，文娟女士，请到台上来。最后一位是我美丽的主持人姚安琪 ，Angela please。来，掌声给安琪。我们都是颁给我们妇女的，说昌明你就要再等着了。没问题，父亲节的时候我等你。为了各位获奖人，对你们荣获这种纽约州众议会的褒奖状表示热烈的祝贺。是否可以邀请我的哈里郑其荣女士 ，Wendy come on please？ 哎呀，我们的总顾问还有会长，都说了，我也就上来过。也代表我们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大大的表扬状，祝贺他们呢。虽然你看到这个爱心美女爱心的世界爱心世界妇女爱心总会，其实他们呢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年了。同时呢，这个会长我们大家都知道杨海燕，她一直的在。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特别呢，他也组织了几次在布鲁克林桥公园做了几场的活动，对设计的支持，所以真的是很谢谢这班妇女们自己出钱出力，甚至呢把时间都贡献在设计上，所以这个奖他应得的，谢谢。祝现在的妇女们，今天在座的所有妇女，所有的妈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谢谢，谢谢我们的郑其荣代表的布鲁克林区长颁发这个奖状，谢谢您。我们期待已久的精彩的文艺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美轮美奂的新木兰，大家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看到。曼妙的现场表演是来自我们妇女爱心总会的会员们，他们带来的第一个节目非常的应节，就是舞蹈母亲，掌声欢迎，有请各位母亲们。就是我们的妈妈，妈妈，你们辛苦。
好，来包括我在内，我们一起向现场所有的妈妈们鞠一躬，妈妈，你们辛苦了，春节快乐，具有风情的中国文化。这样有意义的演唱会，更要感谢我的这个老师周铁木老师，每一位的母亲啊，表示祝福，祝愿你们在这个节日里开心快乐健康，带给我们的社区，祝我们母亲节快乐。准备要上台来表演的小朋友们在哪里？我的名字叫李可儿，我今年七岁了。国民四十一的，我十七岁。我的名字是郭定谋，我十岁。我的名字叫索菲亚，我今年九岁。晚上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欢聚在这里，共同庆祝母亲的节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伟大、最无私、最勤劳的人，她就是我们的母亲。这次呢，特别希望他今天的妈妈也来到了现场，刚才也跟我们表演过，他想把他接下来这首乐曲献给他的妈妈。可爱的小朋友 Cody 和 Sophia 为我们带来一首Beatles 的经典名曲 Hey Judy。 Cody 你们在哪里？好的，下面我们有请您上台和我们进行母亲节致辞。各位亲爱的妈妈还有亲爱的爸爸们还有我们很多法拉盛的好朋友，今天我们就欢聚一堂庆祝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首先我要谢谢我们琳达卫长，她真是好妈妈，喂，她把人不但是关心自己家里，通常一个好妈妈最基本的责任是照顾自己小孩子嘛，将他们长大了将他们好好念书啊，将他们事业有成啊，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心别人的事情啊，这主要是关心自己家里代表我们法拉盛社区，谢谢我们领导会长，要感谢你们来每一位来这里参加今天的活动，祝你们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祝你们妈妈节快乐，也祝各位身体健康。Happy Mother's Day from everyone, yeah, from all. Thank you. 会的代表徐大姐和静大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两只蝴蝶》。看到我们美丽的蝴蝶美丽的身影，好，请飞到
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也飞入我们观众的心底。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我们是唱那个有荧幕的卡拉 OK 比较习惯啊，年纪大了记不了那么多，唱错了以后请大家多多包涵，不过还是需要大家的掌声，谢谢。感谢这个高中的梦境，就夜落成灰，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畏。大家一起高飞，为伟大的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棒了啊！我的母亲节显得那么的高大华丽。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一帮美女们，她们是可以说岁月改变不了她们的身材，没错啊，历史也无法磨灭她们的美丽。今天她们将在台上用她们的神采、她们的热情、她们的阳光、她们的气场，带给我们一场难忘的走秀表演。掌声欢迎她们好吗？饭饱之后啊，跟着一起运动一下，把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那么我们下面就请我们这个表演者到台上来。好，那么我们也请我们的观众来到我们的舞池 Dancing Floor。 OK， 我们现在 Open the Dancing Floor for everyone。 如果你有兴趣到这边来跟我们加入我们的海草舞团，好，我们一起要带动跳，我们到下面一起带动唱，带动跳。下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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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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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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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
他家的好运和好手气，那就是齐飞龙教授，法号顺德龙，是传统中医师，美国纽约骑士癌症重症康复中心创始人，世界总商会主席，将为我们表演气功。We have special show for you。今天我们得演内功啊！今天我是王老师，做男人要对自己的母亲笑，要对自己的女人笑，是不是？说今天我们要爱自己的妈妈，对不对？爱自己的爱人，对不对 ？OK， 今天我们来一个内功，哎，上来我们天下的母亲，十全十美。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哇，掌声在哪里？你有没有掌声？没有不演了啊啊 ！OK， 现在俺们是干台湾的秀，这台四十块的，今天台十四块的，中央电视台只台了四十块的，在拉斯维加斯的秀是1500元一张票，今天是 free 的。OK， Thank you！ 我们的世界妇女爱心总会，我们的杨会长，我们的美女会美不美？红马一杯美红水，红尘多罗小小呀，好，关机没有？关机了吗？好，关机。红马一杯美红水，啊啊！把病气全给砍掉 ，Thank you， 哇，谢谢嘞！祝我们的美女会，祝世界妇女爱心总会越办越成功，走向世界，誉满全球 ，Thank you， 万谢谢 ，Thank you， 谢谢。是，大家看一下，49410。现在我们抽出的是十个。好，第一个非常幸运的号码是2941。好，第三个幸运的号码是2。恭喜到送过来请红奖。8位幸运观众，哟，我的马上就要中奖了，恭喜恭喜！验证一下啊，京城89楼的餐券12张。哎呀，这个49406八。我要抽一打有运气的人啊，好好运气的人，三。好，我听见是不是有个065的观众快点上来，赶快来，49。抽十份吧，抽这俩，抽十份，抽十份。220到。好，12位，辛苦你了。来，请获奖者到台上。第一次上台吧，上台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下面是有请郑主席继续抽出下一位幸运观众。来，我们看一看。哇，
幸观众等到了最后，本来能给你最大一份喜悦和祝福，恭喜恭喜。我们明天星期一DOT 就会跟我们的工程师会有再进一次的会议，是因为这个会议呢是交流结构设计上面的，地基已经设计完成了，现在就是结构设计。因为为什么会拖到那么久，是因为中美之间的那个数据那个数字的换算不同的，所以呢在纽约这边的 DOT 交通局他们不懂，所以我们这边的纽约市的 Raymond Raymond Chen 还有徐州是结构设计师，他们现在努力的在配合交通局，把上面的那一部分完整的把他们呢走在一个美国能接受的符合美国标准美标的这个数字出来。啊，奖品啊。好，谢谢你。是1070吗？这张。赶快来呀！给你个机会，谢一下殷勤。来，欢迎嘉宾来一起来。母亲节快乐！Goodbye's the saddest word.
Didn't want to hear it then, but I'm not ashamed to say it.